老虎的雕刻，都会有老虎的检验。狗囡仔上届也会点，每年是好年，所以北港工艺坊举办第七届先进工艺年展，透过作品展现老虎的各种姿态。这个沉浮啊，我加钱啊，大家吼拢爱趁钱，有钱就好啊。我会招财如意，他咬着如意，他踩着元宝。祈福祈福，就是虎虎年这样子，能在虎年的时候能大丰收。好年音才更好，大家工艺师以后做发挥，让新年充满吉祥的意念。那总共集结了45位艺术家来帮我们来共襄盛举。这里的展览内容呢，包含纸雕、木雕、石雕、油画以及剪黏等各式各样的工艺品。现场的作品真丰富，展期到2月28日，欢迎乡亲过年会使来到北港行村。